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左律师啊？最近开会的时候，我发现左律师总是盯着你看。上一个被他这么盯着的同事犯了很大的错误，已经被开除了。在聊什么呢？占星姐，早啊！我先回去工作了。早，我正好也有事要找你。左然出外勤去了，那个案子有点棘手，你去帮帮他吧。是啊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所里也没人比你更适合。外勤的地址我传到你手机上，准备一下，快去吧。怎么了？从刚刚开始，你就一直在发呆。没必要勉强自己，工作的目的是让自己成长，而不是把自己当成工具。别用睁大眼睛看着我，我知道是翟星让你来的吧？他老是做一些……没什么，进去吧。欢迎光临，两位是打算买礼物给小孩吗？对，有什么推荐的玩具吗？您的小孩几岁了？不同的年龄喜欢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哦。九岁。啊，我还以为是新婚小夫妻呢，没想到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您太太保养得真好。麻烦先帮我挑一下礼物吧。好的，您稍等。你在这里稍等我一下，我去开车。反驳什么？按无关紧要的人不需要解释太多，否则会招来更多的追问。冒犯到你的话，抱歉。
们等等要去哪里，翟星没有告诉你。我今天要去一趟育幼院。他原本和我无关，但这是我老师接手的最后一件案子。大一束玫瑰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哎呦，那是苏哥送给我们美艳动人的翟星姐的花，每个礼拜五的例行公事，放闪放到我们都习惯了。快回去工作，就你们话最多。对了，左然出外勤了，这个月重点的案件资料我会放他桌上。下午我有事不在事务所，待会你们要是看到左然回来，记得提醒他看一下啊。知道了。没问题。这是左然啊，左然，之前还跟我嘴硬，结果还不是在乖乖看这本书。哎，我这个做学姐的也只能帮你到这了，都想办法让人家和你一起出去了，希望你自己也能争气点，把握机会。不然等老师再问起你女朋友的事，可别期待我再帮你一起搪塞。到了，我有事要先去找院长谈一谈。你去吧，谢谢。
对啊，看你在跟其他人玩，就没有出声叫你。最近过得开心吗，乐乐？啊，小林阿姨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家？我们可是打过勾勾的。这，乐乐，小林阿姨暂时还没办法带你走，还是你？小林阿姨是骗子，明明说好要带我回家的，大骗子！请进。好了，不要哭，乐乐是个健谈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是什么？来，乐乐，女生更要坚强，不能轻易流泪，你要保护好自己，不能过于依赖别人。嗯，去玩吧。真是麻烦你了，陆律师。不用客气，是我该谢谢院长您才对。乐乐的事也要拜托你了，这孩子和他，哎，嗯，我知道，乐乐他需要更好的生活环境，我会处理妥当的。那今天我就不打扰了，我们走吧。你在说谁？
这家育幼院是重新建起来的，它的前身被人刻意抹黑过。对方说这里的老师和院长虐待孩子，让孩子们视为赚钱的工具，还将伪造的聊天记录以及大量模糊处理的图片公开发布到网络上，引起了大众的关注。最后是我的老师帮当时的院长打赢了官司，让恶意重伤造谣的人受到了应有的处罚。之后老师就一直为这里提供法律援助，而院长就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。我知道找到他的可能性不大，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想放弃。老师和我的父母很熟，小时候他经常来看我。不仅如此，他也是我法学道路上的真正启蒙者。他没有什么别的亲人，对我视如己出。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，如果连我也放弃了，还有谁会继续坚持呢？这是他以前负责的地方，作为他的学生，我要为他尽到这份责任。不用跟我道歉，先回事务所吧，把工作处理完。我找到了当时的案件资料，你可以看看。乐乐一直很仰赖薛小玲，薛小玲也想收养乐乐。之前他咨询过我的老师收养相关的法律文书该如何准备，当时是我帮忙将一切安排妥当，就等手续办下来。但薛小玲贴在育幼院的员工照被故意抹黑育幼院的人拍了下来，他的照片被公开发布在网络上，再加上对方放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聊天记录，表面上证据确凿，虽然有知情者站出来替育幼院和薛小玲发声，但那些被舆论引导的愤怒网友根本不会听人解释。他们人肉搜索了薛小玲，来自各方的压力让她得了严重的精神疾病。对，虽然他的病情在真相大白后就得到了缓解，现在更是已经完全治愈，但是从收养的法律手续上来说，他的情况依然存在一定的风险。况且育幼院的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更好的生活。育幼院的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更好的生活。院长把这件事托付给了我，而你是我这一次的工作搭档。
你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理？以薛小玲现在的家庭条件，乐乐的生活未必会比在育幼院过得更好。这也是薛小玲自己也犹豫不决的原因。无法收养是一方面，生活条件是另一方面。乐乐应该去条件更好的家庭。这样，至少她的未来会少很多麻烦。我刚刚说的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功利，但站在对乐乐未来的人生负责的立场上，希望你不要急着反驳我。不过，你说的也对，我们的确应该听听乐乐自己的想法。我的观点永远都不代表绝对的对错，也没有人是绝对正确和全面的。所以，你能站在和我不同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，并且做出补充，是很好的。我希望你能在任何时候都做你自己。什么表情？没想到我今天会这么早来。翟星，有什么事？哎呀，不是工作上的事。上礼拜六我和老师见了一面，他要我替他催催你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反正也是陈家的事，下次我妈再找你，你就推掉好了，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。要是能解决，还会单身到现在？我看那个谁就不错啊，你不是也选了他当搭档吗？应该蛮有好感的吧？啊，对了，这本书给你。恋爱心理学导论及实作方法，你还看这个？是苏子毅在看，我们不是订婚小半年了吗？他反而变得比谈恋爱的时候还患得患失，真是搞不懂。我看这书对你比较有用，就从他那里拿过来给你了。不用了，比起担心我的事，不如多关心一下你的资深律师考试吧。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天赋异禀吗？算了，反正书给你，自己想办法脱单吧。
当意识到对方和自己互补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，那么就不要犹豫，试着迈出那一步，约会冒险，只要是能够加深你们关系的都可以。相信这本书上写的东西，我真是够了。没有新的工作安排，我只是来提醒你，做好帮薛小玲处理收养手续的相关准备。如果乐乐坚持要和薛小玲在一起，我们就要想办法证明，这次的收养没有风险。做得不错。的确进步很多，而且你很有天分，也很上进。我会继续关注你的，但我不会一直指点你。因为你要成为能独当一面的人，即使有一天离开特米斯，也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当你开始下意识地对着能够代表对方的东西发呆，就证明你是真的在意对方。也许你还在犹豫，还在思索，为什么书里写的内容这么反复无常，明明之前还在鼓励你不要犹豫，迈出那一步。可是当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会这么反复无常。
不用去事务所了，我们今天直接去幼儿园。走吧，上车。你在车里等我一下。工作要劳逸并重，如果整个人很疲惫的话，是没有办法全神投入在案件中的。趁热喝吧，这种水洗爷家的豆子，冷了以后风味会变差。如果喝完咖啡之后还是觉得困的话，就在车里休息一下，到了育幼院我再叫你。你们也来了，今天是领养日，他们都是过来看孩子的。嗯，我们来看乐乐。育幼院能走到现在，多亏了聂律师啊。老师做过的贡献，没有人能够抹杀。院长，方便去办公室谈谈吗？乐乐这孩子，不管跟他说什么，都不愿意跟我们走。这两位是替我们育幼院提供法律辅助的律师，他们也会在场，你们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我们还是先过去吧。进了办公室再说吧，他也来了。
院长，是不是乐乐还不肯走？唉，不管我们说什么，他都不肯答应。我们知道，乐乐他最喜欢你。原本，我们也不会想着带他走。但是，出了那件事以后，你现在也没有能力再带他离开了。我明白，我知道你们现在也很为难。还是我亲自去和乐乐说吧。左然律师，薛小玲女士，可以告诉我你准备跟乐乐说些什么吗？我会直接告诉他，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他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跟着这对夫妇走。我以后会常去看他的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乐乐他自己的想法？他自己的想法？这以薛小玲现在的家庭条件，乐乐的生活未必会比在育幼院过得更好。这也是薛小玲自己也犹豫不决的原因。无法收养是一方面，生活条件是另一方面。乐乐应该去条件更好的家庭，这样至少他的未来会少很多麻烦。我刚刚说的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功利，但站在对乐乐未来的人生负责的立场上，希望你不要急着反驳我。所有人都希望这些在育幼院长大的孩子能够得到幸福，但有人告诉我说，大人替孩子们做出的决定，有时并不会带来幸福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问问孩子本人的意愿。未来是他自己的，应该由他自己来做出这个决定。我认得你，漂亮姐姐，你是上次和左然哥哥一起来的吧？你也要劝我跟那对叔叔阿姨一起走吗？我不想跟他们走，我只想跟小玲阿姨回家。嘿，我在育幼院长大，我记得从小就是小玲阿姨在照顾我，是小玲阿姨说会带我回去，给我一个真正的家。后来，育幼院出了事，小玲阿姨走了，
虽然育幼院又重新盖好了，但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小林阿姨想让我和别的叔叔阿姨走，我知道她是担心自己没办法买新衣服给我，买我想要的娃娃。可是我不在乎有没有漂亮的新衣服穿，有没有可爱的娃娃玩，我只想和小林阿姨在一起。我说什么都不会有人听吧，在育幼院里被领养被带走就是最幸福的事了，也从来没有人对来领养自己的叔叔阿姨有意见，那些比我成熟的大孩子们也没有。两位律师，我现在这种情况还能带乐乐回家吗？不是很大的几率，而是一定能。也是多亏了你和佐然律师，我才能带乐乐回家。佐然律师，他也不愧是聂秋律师的学生，都是一样的好心肠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下次我再带乐乐来。Thank you.
我父母工作比较忙，以前都是老师在照顾我。这次的事，本来我打算自己处理，不过也多亏了有你的提醒和帮忙，才能让乐乐自己做出选择。这几天辛苦你了，下午就回去休息吧，不用上班了。老师在离开前来过这里，他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？聂律师只是过来看了看小朋友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在那之后，我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那他来看小朋友的时候，有没有说什么，或者是留下什么？没有。他来的那天，只是在院子里看着孩子们玩闹，然后和我聊了一下。他说，孩子们的生命力真是令人羡慕。他自己也想重回童年。就只有这些吗？就只有这些了。左然律师啊，你也不要太过强求。还是没有头绪。你还没走？天色已经不早了，你一个人回去的话不太安全。走吧，我开车送你。天色已经不早了，你一个人回去的话不太安全。走吧，我开车送你。你喜欢什么花？
没什么，我先走了。晚安，好好休息。你喜欢什么花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养花了？哎呦，波斯菊。我记得花语是怜取眼前人，这是哪个暗恋你的人送的？是吗？哎，真无聊。还以为能见证一场恋情的诞生呢。好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你和你的恋人相处了。好好加油，还有几个重要的案子要分给你。你办公室里不是有咖啡机吗？怎么突然跑到外面的茶水间来了？哎呀，花都送了，干嘛不直接去问喜欢不喜欢？偷偷摸摸躲在这里看人家反应。哎，你是高中生吗？喜欢就好。算了，这本书说不定真的有用，以后有空再看看吧。